我今天终于要去体验日式酒店当酒店妹啦。淋一下，用转圈的方式，很尴尬。天哪，我觉得大家都好辛苦，我站起来好累。大家好，我是酱紫的龙龙。从小啊，妈妈都说要好好认真努力用功念书，不然长大就要去当酒店妹或者是槟榔西施等等的，穿的很少啊，又很辛苦啊，赚的钱又少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那我就要用自身的经验去解谜，走吧。Hello， 你好。嗨。我要怎么称呼你？我就叫西安娜，你可以叫我妈妈桑。直接叫妈妈桑。对，妈妈桑在日文是老板娘的意思，因为你们就像我的女儿一样。对，所以有问题都叫妈妈就可以了。会推入火坑吗？你现在就把我推入火坑了啊！都几点了，小姐？啊？想问一下哦，就是怎么样才会变红牌啊？你说你跟客人的应对，对，还是抓客人的肉？我们先讲哈，肉体千万不能。好，这个我一定要教一个观念哈。你太容易上的小姐，就没有价值。我们日式酒店卖的是暧昧，所以你要让客人在当天晚上爱上你，但是又吃不到你。等一下，姐会在另外一家店再教你。对，那我今天有邀请我的朋友来，先让你当测试的对象。好哟。等到我真正的客人出现的时候，你得唔忙搞我出丑啊！回来咩白个眼呢啊！嗨，来欢迎光临，请进。看起来很高级耶。那你等一下呢，就先试个几套衣服让姐姐看一下。到时候客人进来的时候呢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带定位。带定位之后呢，问客人怎么喝。如果 OK 的话，我现在就请我的朋友进来，可以吗？现在吗 ？Yeah, right now。太快了吗？是的。啊，どうもお疲れ様で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どうぞ。我今天第一天上班来实习。我就是遇到好客人。真的吗？会给小费的那种。会吗？没有啦。真的是哦，从坐下来全部都是老娘在弄，我刚刚不就教了你的吗？你刚不是？OK OK， sorry。如果我是你，我跟你一模一样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刚刚我是不是有说了，就是你要先问客人喝什么酒，要帮客人做酒。嗯，你会发现从头到尾是姐安排好的。对啊，你很能干。他感觉好像就很生气。你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不要跟我顶嘴。好，是。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应该要怎么？还要喝咖喱啊！你眼睛瞎了，已经到了，妈妈才带你到这边，眼睛瞎是不是瞎？那好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要先到在这边？没有人教我，我不知道。没有人教我要到多少？基本上到两分左右，应该是 under rock。对，那倒在这里会比较好控制那个出来的水。还有味道比较深一点的，对，那个是刚刚出来，就是那个 whisky， 就是有点那个太烈，这样的话它比较软一点。了解。然后呢，调棒进去大概两圈半，鼻子拿上来，再放回来。懂了吗？不然你给客人的时候，他都还在旋转。动作要优雅。对，动作要优雅。对，你这确实就是优雅。谢谢。等下客人要来了，我非常的紧张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以我身经百战的舞台经验，就当一场秀 ，OK 的。你好。原来个好久没来了呢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的challenge就是让我们家妹妹训练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过来哦，你们慢慢聊。龙姐跟你聊一下。好。
你很漂亮，好，我你很性感，对，你的眼神很妩媚，电到他们 ，fighting。你想运动的一单对台湾跟对好不好？不行这样子哦。你想要烧到客人是不是？这样盖起来，在这里别上来，上来，这样子。来吗？是的。对，告诉我是不是？卡什么？大丈夫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真辛苦了。好，真的觉得。陪酒很辛苦，真的是自信心被打烂呢。我要说，这个不叫陪酒，很少有一个工作场合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精英。我今天让你去跟他做互动，其实不是真的叫你一定要跟他上床，对，但我要你跟他很要好，这样的话，就是讲话的内容也是，就是还需要练习。这样，抽烟的时候的打火机的用法之类的，我有行动，但是还是还不到暧昧女朋友的那个程度。哦，なりました。すごい。なんか普通やっぱり緊張してたりとか、やっぱ笑顔とかも可愛いから、も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もなりました。ロンロンちゃん、すごい大変だと思うけど、一生懸命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応援してます。じゃあよ。